哈哈，看来你有待客人，我准许你说话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 这边。 是张好牌，嘿，注意，小小的种子也会活跃生长。佛菩萨要跟你玩，哎呀，我的牌堆呢？ 我们会发现什么力量？要是我们的外壳破裂，你的心脏也会停止。老板，你好，完美。
叫废物利用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Bingo！废物利用。Lido， 欢迎你啊！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要是我们的外壳破裂，你的心脏也会裂开。我靠，我也灵活了。Yeah!
谢您的观赏，感谢频道会员赞助：猫咪吃罐头、马轩宇、魔范零一、喵咪与巴克士、超级五十二、小一、安迪、李文景、张思欣、王一杰、太多。这个哇哦！